那我们今天带来金蛋。哇，这个看着很残忍哎，这是一个小朋友。幺儿一来了以后呢，把他送到医院，已经死亡。天哪！但是这个母亲呢，平时是有点溺爱小儿子，所以大儿子心里不满。我哪天把他消失掉？哇啊！他也许是撒谎了，这个大儿子，也许他过失或者是不小心。所以这个小孩的尸检情况下，他是一个。他缺氧。这是我亲自做的一个案子，这三个小孩一拳头把拳击冠军打死了，是不是打到要害了？两个好朋友闹了玩，这个人呢喝醉酒了，就把人掐了脖子。把他突然摔倒在地，怎么被呕吐物噎死？还是他人的呕吐物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憋尿导致了黄体破裂，神经反射造成死亡，叫溺死。溺死，这是第101种死亡，很奇特的死亡。哇塞！虽然很离奇，但是我认为这是真的。所以，这个死亡有可能吗？